我们不惹事，也不怕事。中国不会吞下苦果、恶果，不会允许自己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侵犯，不会坐视少数国家将南海搞乱。我要重复去年在这里讲过的话。 中国人民和军队历来信理不信邪，服理不服霸。同时，我愿再次重申，中国的南海政策没有也不会变。中国有智慧、有耐心，通过和平协商谈判。 解决争端，也相信其他当事国有智慧、有耐心，共同来走这条和平之路。